第38题，小雅想要在铜制的汤匙上镀上一层锌，则下列操作何者最适当？老师上课讲过，电镀的时候，我们所谓的被镀物呢，要放在负极，因为呢，金属离子都是在负极生成金属，而所谓的拟镀物要放在正极，而要用含有所谓拟镀金属离子的电镀液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在铜制的汤匙上镀上一层锌，铜制的汤匙要放在负极，而锌片要放在正极，而要用含有锌的离子的电镀液来做。所以38题问我们说，下列操作何者最适当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以硫酸锌溶液为电镀液，将汤匙做负极。